也是就最经典的必买，有一个显瘦包臀的部分。然后呢，背面怎么样？屁股当然要翘起来。这个叉我觉得也刚好，不会太长太短，长度大小都是今年最流行的，绷绷的感觉，胯宽都会很大。来买我们家的牛仔裤跟牛仔裙，可以解决你的烦恼。双扣纤细小腰，弹性一样好。然后呢，侧弹、正弹、屁股弹都一样好。皮标配上去完全加分哦。它的长度我身高161，所以高个儿、小资通通都可以穿。